分了，这才好玩。队长都不管了，随便随便随便，金哥，随便随便金哥。What？ What？ 怎么样？愿意吗？你们愿意吗？我们的第一选择，愿意吗？对。哎，你们是定了吗？哎，你们是定了吗？你们定了吗？金哥，金哥也给你的室友稍微一点点时间就可以，你来我们这边也聊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一会儿你过来一下。OK。我突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我代表我的部落来跟你们聊一聊，金哥。金哥，我强力推荐了。哎，突然感觉有一种。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！我好高兴啊！哎呦，我们三个好高兴。兄弟，我来了。那一下就感觉被捧到了天上一样，我突然好开心哦，我好高兴啊！冷静冷静，我们已经说完了，我们就是。明白，诚意满满啊！张晋哥他们的高岗上，好，接下来，爱这首歌曲，爱这首歌曲启迪火力值，跟名字一样，二，有意愿增加火力值的部落吗？我看谁捣乱，有没有人捣乱？这个是林志炫，林志炫一样，捶一下。晋哥玩嗨了，晋哥真的玩嗨了。有意的话，请举牌示意。好，将近部落91。91火力值，一次。干嘛？他又见我们。Battle， 91火力值。他们是91。两次。92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在前面关于这个火力值配送环节的时候，最高值只写到了70火力值。哦。分配火力值，我们的一半足以70，这样也行。可以。所以你们的竞拍环节不可以超过70。好，最后91火力值，三次。成交，恭喜张晋部落以91火力值拿到了《爱》这首歌曲。哦，他们不小心抢了，被收了。哦，玩大了，这回玩大了。哇，不行哎。我们哪首歌？现在哪首歌？哎，就是想去，也不叫玩吧，我觉得是一个策略，就是要消耗掉人家的火力值。因为我们很肯定的，他们会选《爱》的那首歌，所以我把我的所有的分数都压上去了。谁知道他们那么吝啬，那么喜欢的歌才拿70分出来，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拍也不可以超过之前的。啊、对。哦，就我现在才知道这样玩。糟糕了，进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环节，拿到球的人不想接，对啊，想拿的人拿不到。哇哦，我以为一翻两瞪眼，那个送出去之后就等公布结果了。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但是我不放弃。今天这段我全部给 piano 跟你们。这个歌很明显就是艺术组的。歌错了，你在哪儿唱都是错的。我好坏的。然后到最后哎，原来追根究底是其实对于投票规则没搞清楚。惨啊！其实晋级的举人，白举刚才举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不错哎。举人比状元差一点点，所以要晋级。这个解释也很棒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晋级还可以改成晋级，我们一直不断的晋级，真的不错哎。这个名字网感很强啊。那汉语高汉语的名字在哪儿？我是人嘛。晋级的女举人。
他刚才讲的是晋级的宇宙，我说你在哪儿，他说的那个的有的有个白字，白字旁啊，实在想不到了。哎，我又想了一个名字，也是五个字，也是五个字，五个字。你说，宇宙的尽头，宇宙是没有尽头的。就你还是在那个的里面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实在想不到我的字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商量一下 X part， 我们到底是要玩什么？我觉得那段 X part。我们可以有一半的时间，我觉得可以一起非常齐。当然，他们俩都挺像的，都是属于比较冲动型的，特别是小白，他会比较更专注于啊，我想这样，我想这样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这段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个集邮，做一个铺垫。哎，我有个想法，就着重就打我们这个热血就完了。我自己有一个建议，编曲里面有配脚步的声音或者怎么样。而且他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四川话叫神戳戳的，就是有点神经质。 3, 2, 1 fight。 所以靖哥最想听到的话，臣妾做不到。所以我觉得靖哥也是有一个开关，他那个开关打开了，什么严肃不严肃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班级里的小小朋友。 I am ready for the fight. I am ready for healing healing. That's alright. I never cry. 这样吧，我知道你可以吐口水那种。7 你们怎么都那么帅，我不知道你怎么了。要慢一点啊，我很 man 好吧，我很 man 的啊。这个你应该不后悔跟我们俩说话。很后悔。好难过，没办法，木已成舟。对啊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认了吧。我遇到两个疯子。我现在是这样的，我现在这样的，俊哥你看啊，然后他过来，可以哈，情绪嘛，你要。I never cry, Japan, Japan。但他肯定不疼。我看一下，我就。不啊啊，小白，你的样子不要忍啊，你的样子要狠一点。哦，就。不好看。不好看。我可以这样。不好看，我跳起来顶膝盖，你让你挡就挡就行了。哇哇哇！帅！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就是打完之后。啊！我说这个打，汉语你一进来先旋风腿嘛，啊，要不然没有气势。他的节奏也是那种非常电影的节奏，就啪啪咚啪，哇哦，帅！被靖哥编排武术动作，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光荣，也很荣幸，更多的是 happy。 我们要做的就是练娴熟，练稳。